第二十四届华鼎奖在香港隆重举行，作为主场的香港艺人当然要出席撑场啦。当中包括吴信君、石秀、温碧霞、吴国敬、杨思琪、关智斌、陈家洛、张达明、阮琼丹、林宝仪、吴嘉丽、邓咏之、张慧仪、周丽淇、钱小豪、孙佳君、白两金父子、李成泽同太太刘善婷。至于过江龙就由张君玲、吴谨言、潘美辰等。盛装出席的毛姐吴信君早前啱啱庆祝完生日，佢就话好开心收到唔错嘅礼物。今年比較清靜嘅，本來就是、因為我先生同埋我細女都唔喺度，都唔喺香港啊。咁、但係我大女就同埋一啲朋友咧，幫我搞咗個 surprise party， 所以都好開心啦，好驚喜咯，真係。我見到收咗個好靚嘅蛋糕啊，係啊，好得意啊，個毛毛蛋糕，好開心。而性感現身嘅楊思琪就話：今次嘅服裝就連女女都讚好啊！大家又點睇咧？今日好性感啊！自己係咪都花咗好多時間去悉心挑選呢件衫啊？係啊。係啊，即係揾咗一條比較輕啲嘅、舒服啲嘅裙，係啦。有冇俾女女過目下之前？阿哥都見過㗎。係啊係啊，佢都中意嘅，先至媽咪你著啦咁樣。因為媽媽上次揀到條淺色嘅，佢話好少見到媽媽著啲深色嘅裙，咁佢話啊個 style 幾好喎，咁樣咯，多謝佢。陈家洛今次就夺得中国八强电视剧最佳新锐奖，而同公司的关智斌亦都赢得公众投票最喜爱影视奖。好开心，因为呢几年即系都喺内地嗰度做嘢多，咁知道佢哋中意睇嗰个电视剧，咁我觉得好开心，系咁啊，多谢佢哋支持。听到你而家都做咗横店嘅地胆嚟噶，基本上系啩，因为有啲香港嘅艺人朋友，佢哋一去横店派咧，咁我哋就会 send message。俾我，即系会问我边度有嘢食啊，边度可以去练下骨啊。吴谨言同张君玲就话好开心嚟到香港出席颁奖礼，美中不足嘅系时间唔够，唔可以尽情享受啊。在剧组拍戏请假来的，然后明天就会返回到上海继续工作。没有时间，晚上就走了，就是颁完奖就不是，就是来参加完这个典礼完就要走了，很可惜。获颁终身成就奖的郑佩佩就在女女袁子慧的陪同下步入会场，袁子慧还很开心地宣布出年会同摩洛哥籍男友拉埋天窗。现在筹备成怎样啊？ OK， 挺好啊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时间去 plan 好这个 event， 所以是啦，都 OK。 差不多。有没有给一些意见啊？当中差我没有意见，我她家姐有多意见。问到佩佩姐想不想快啲抱孙，佢竟然讲笑话自己年纪大抱唔喐啊！